钱要降下来了，哦、债券我现在买，我不是傻瓜吗？就它有分阶段嘛。第一个部分可能是公司自己对于产业的前景看好。<对>第二个阶段是整个大众的投资人，他<对>已经享受了低廉价的利率成本，<对>这个时候反而涌进到资本市场，它会形成进一步的爆发。 我是品，欢迎收看《台股达人秀》，让我们投时一起变达人。我是尤廷浩，欢迎今天我们的雨坛来宾吴业展展哥来到我们现场。你好，大、啊、家好。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经济形势的变化。 从过去原本预估的衰退风险，到后来变成软着陆，现在甚至连不着陆的几率都开始提升了。哎，一开始大家想的，在八月五号的下跌是脸着陆、欸，哎，怎么会忽然之间在短短三个月经济形势的转变，到现在标普百指数创下历史新高，道琼工业指数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我最近新开了一下数据哦，就是一个指数叫做标普等权指数。过去我们总觉得标普百指数创高啊，那七大科技巨头带动创高的、啊，可是我看这个标普等权指数，也就是每家公司。 都是五百分之一，它也在上周五创下历史新高了。这说明本轮美国股市的上涨好像来得更为均匀，来得更为健康，来得更为全面复苏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请教一下展哥了。 第一个我们要观察的是软着陆，现在是不是反而形成了不着陆？经济要重新加速。那第二件事情，可是美国股市现在反而科技股变成低基起了，纳指和标普没有创高啊。那现在是不是某些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问一下展哥，现在经济形势为什么短短三个月可以转变这么快？ OK，其实我们一路以来，我们都觉得软着陆的几率比较高。你是没变呐？对,对,对，我是没变的。啊、所以变的其实经济数据，我觉得也没什么变啦啊。哎，对啊。哦，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小起伏，嗯、但是市场的人心变得很多很大、啊。对对对、哎。哦，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啦，有时候真的回归理性了。嗯、但坦白说，你说八月初杀个四千点，我们怕不怕？嗯、我也怕说，哎，是不是真的美国出事了？嗯。但是你回头看数据，你就检视，你就觉得还好。嗯。哦，所以其实这个，呃，我觉得坦白说。 上上一次来，我们有给大家说经理人的看法嘛？嗯，其实绝大部分真的，一路以来都是觉得软着陆跟不着陆的几率高。嗯，哦，真的是这样。哦，所以你说，诶谁外资出什么报告啊？是不是也是受到市场影响，对不对？好，这可会会不会我们不知道了。好，但是 OK，我们维持我们的看法。OK，那这个地方我们总经我们过去讲太多次了。哦，那个已经没什么好补充的，我们就补充一点最新数据就好了。好，那现在当然大家都觉得软着陆了嘛。OK，那这边好，非农。 哦，跟这个失业率啦，哦，简单讲，哦，这一次的九月的非农，哦，增加了二十五点四万，哦，预期是十四，哦，嗯，哦，所以增加一出来哇，<的>你看大家就觉得哇，是不是经济又一片大好？哎，我们仔细观察，因为它并不是单纯比七月八月好，因为七月八月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些什么飓风的影响啊，外部性的冲突啊，它是比七月八月、五月六月,月都还要来得好。 那这么高强度的增长，我不免担忧啊！就很多人说，哎，那搞不好变通膨风险了。首先问两个问题哦：第一，那通膨风险会不会反而是接下来形成另外一个大问题？那会不会担心年准会被迫完全延后降息格局，变成升息？那对于市场有没有影响？那第二件事情、啊，那九月份怎么就业市场会比前几个月好这么多呢？其实，当然你说会不会忽然又变得通膨再起？哈，嗯，我觉得当然这个通膨的问题又延续了啦。哈，过去我们讲。 之前重要的通膨的 factor 是房租嘛，对，housing cost 嘛，这一块我觉得确实是压下来了啦。对，所以说工资这边会不会真的推动通膨？嗯，这坦坦白说是不排除，好，但是会不会这么快？我觉得有限，因为一般来讲，呃，当然现在的状况哦，如果是软着陆或不着陆，哎，忽然整个工资上来，会不会变成薪资跟通膨的螺旋？好，这个不过也不一定是坏事哦，就你现在通膨上是因为你有钱可以买东西。哎，对啊，对，没错，一定坏事。 所以这个地方哦，回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啊，只要能稳稳的稳住就好。嗯，那后面本来就就该回到正轨嘛。嗯，好、哦，那你说包括我这边呢、啊？坦白讲，你说，呃，就失业率的角度，哦，这一次哈、哦，近三个月失业率真的也是下降，四点三、四点二、四点一。对，但是我们这里没有数据了。哈、哦，如果给大家那个当时哦九五年左右的数据的话，其实应该是五点多。嗯，所以这里的失业率确实是低档。嗯，好、哦，确实是低档。 哦，那但是我们经济成长又没有当时的那么高，嗯，哦，所以你说这个地方会不会很快的忽然转向？哇，一片市场大好？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嗯。所以经济数据就是一个字，就是稳了。它没有说到特别坏，<對>也没有说到极度亮丽，但是就是非常稳定的一样这样的一个缓步的就业市场状态。对，那现在就形成另外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 就业市场好，它当然就是美国消费不太可能形成衰退的主因。美国的 GDP 有百分之七十就是来自于消费，<对>所以就说明了美国 GDP 根本就看不到负增长，根本就不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看到衰退。可是现在形成另外一个问题是，可是美国的制造业偏安，就是没这么好啊。啊美国的服务业服务业偏安，的确在扩增，可是制造业这么差，让我们过去一直怀疑到底是最后服务业被迫。 把被制造业给拉下来，还是服务业把制造业给拉上去？那现在您的看法会是认为服务业会继续扩增，最后让制造业迎来终端复苏吗？其实服务业扩增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啊。对，哦，因为坦白讲，从那个。 呃，那个就业人口的数字来比比比来看的话，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那个细细项。嗯、坦白讲，细项来看，真的是餐饮服务业哦，医疗、嗯、健康这一块、教育这一块，大概是增长人数最多的。对哦，所以客观讲，美国真的还是服务型的经济。嗯，那你说制造业会起来吗？嗯，我觉得这个地方哦，欸、我有点好奇他他如果软着陆，他能够不起来吗？<laughs> <laughs> 这个地方。 坦白说，因为他们的制造真的就是大的嘛，飞机什么的。对。哎，你说码头工人到底算制造业吗？哎，好像不算。一半服务，一半制造了。对，好像不算。所以这个部分，然后这个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有趣啊。对，你说码头工人哇，谈判，劳资谈判，说哇，我要涨六成，然后还不准买机器人来，来来来，重点重点还谈成了，真的很厉害。对。哦，所以哦，这个这个我们。 啊、这个，这个这个就政治了哈，必须这么讲。<对>所以你说这些了哈，实际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哈，真的还是在那个服那个什么非制造业还是一个重点啦。嗯、你说制造业这一块，哦，那种大型的机具啊，甚至什么军火啊，甚至飞机等等。 汽车当然算一块，嗯，哦，那这一块真的会大幅的复苏吗？我觉得有限，哦，因为毕竟你说美国车这些都有竞争嘛，嗯，但是美国的经济要增长，它也不一定一定要看到 I S N 制造业技术采购指数上行，对，反而看台湾的制造业，看 A I 伺服器卖的好是一个更具的领先指标，对对,對，OK，好，那美国的经济大概是如此，没错。可是现在问题在于哦，可是现在股价也不便宜啊。 就是说，如果你说啊，终于要软着陆了，终于要重新加速了，所以呢，在经过八月份的重重点以后，我们终于也迎来了去估值的一天。可是现在各大指数都在陆续创下历史新高，那这个时机点，我们会不会担心反而有更多泡沫的疑虑呢？现在会不会迎来了真的是邪恶第五波，真的是史诗级繁荣、史诗级非理性繁荣的区间？大家会担心啊，就是经济是真的好了，但是会不会股价现在真的也高了呢？OK，上次我们讲。 我们口头就讲到，我认为 A I 的泡沫可能才要正式启动。嗯，好，因为前面真的是获利有堆叠上来，对。所以你说实际上比较网络泡沫的时候了，那时候是哎、欸、有一个公司后面只要价格打抗，com, 嗯、然后企划书写一写丢、嗯、出去，哎、欸、就有人付钱了、欸。嗯，好、喔，那但是现阶段好像不是啊。好、喔、你回头来想哦、喔，这一段 Open A I 什么时候？确实 G d P 是二二年，二零二二年的十一月嘛。对。那你说到现在其实两年了，对不对？那中间谁投？最知名的当然是微软。嗯。 所以你不是说微软不懂吧？啊，哦，你说当年一九九八年欧尼尔投资 Google，嗯，你说他懂，这我还真的怀疑啊，嗯、对不对？但是你说微软不懂 ChatGPT，我我是觉得我我不会这么看。好、哦，那另外当然、嗯、泡沫正式启动，上一礼拜我们的上次来我们的论点是什么？我们说大家可能会形成一个 Chicken Game，嗯，好、哦，因为伺服器你有我不能没有，你超级电脑你有我不能没有，嗯，所以大家就会投，嗯，好、哦，但是实际上来看的话。 哦，刚刚的那个 roadmap 啊，其实很远啦。现在才讲到 GB 两百嘛。对。哦，其实你说下一代什么 Ultra，在下一代什么 r u b i n 嗯。哦，很多投资圈朋友都在跟我讲说，哇，r u b i n 是谁谁谁打入 r u b i n 的那个供应链。嗯、哦，所以其实实际上后面都还有空间。然后，那我们回过头来，回到理性的角度，哦，到底有没有这叫过度投资？来，我们看下一张 <coughs> 这台积电营收嘛，十月营收，呃，九月营收开出来又不错，嗯。哦，所以。 第三季的财报第一栏的数字出来了，嗯、然后这个礼拜它已经破高标了啦。对啊，对啊，好、嗯啊哦，这礼拜又要开法说了嘛？嗯、那开法说到底怎么样？只要毛利率起来，哎、欸，啪就过了。嗯，哦，那所以今年可能年初的时候大家估三十八块，现在已经估到大家估四十二了。嗯、现在市场平均都讲四十二。嗯，哦，那明年呢？ 哎、欸，会变五十四，嗯，好、哦，这个数字，你说台积电有没有推升的空间？我觉得也有，嗯，好、哦，但是另外一个哈、哦，我们回那个跟大家回顾一下，十月八号的时候，好、哦，其实在这个华春呃那个 DC 啊哈这边的 AI 那个沙米 DC 的这个人工智能峰会上面，哦，这个高管嘛，回答的高管讲说什么？Blackwell 的芯片产能第四季度哦应该会是二十五万到三十万片，嗯，贡献五十亿到一百亿，嗯、明年出的、哦。 七十五到八十哦，会比第四季度增长三倍。但是这里啊，他讲明年初到底是什么？是一、e、Q 还是明年的上半年？嗯，哦，这个我们不知道。好、哦，但是 OK，我们来对照一下上一次的数字哈、哦。上一季营收是三百一三百点四亿，然后资料中心是多少？两百六十三亿。嗯，那你说这里 Blackwell 可以贡献这么多？嗯，那这个地方哎，会不会第四季回答营收又跳起来？嗯，好、哦，而且之前在电话会议就要讲。 就有那个研究员在问，他说：“哎、欸，你们估估毛利率的状况，是不是说，哎、欸，接下来的毛利率会下滑？嗯、公司一直澄清说没有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毛利率还会上升。嗯、好，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个点，出货的顺畅的程度。而且这两天的消息又说明年十二个月，我的晶片已经被订光了。对，哦，要要再下一波的话，十二个月之后尽早了。嗯，好，所以这个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你说包含辉达。” 哦，包含台积电是不是都是看多？我认为这个没有问题。哦，<Okay. S 2> 客观讲是这样。不过我们这样讲哦，就是说现在的确，但是股价从本意比的推升角度来看，的确相对于当时八月份已经稍微做了一些估值修正。那问题就在于哦，就好像一杯啤酒有泡沫是很正常的。对，但这个泡沫到底有多大？ 是有半杯都是泡沫，还是现在就是一米米是泡沫？那我们都清楚，从八月份以后，像是纳指、费半啊，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估值修正。可是当时对于估值修正所提出的那个疑虑，就是你对于 AI 的投资，对于未来几年你能够达成的营收回馈，到底有没有达成？这件事情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啊。为什么？大家只是强调，好，对于 AI 啊这个。 这个过度投资的风险远远小于对于 AI 不投资的风险。对，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哦，那边泡沫到底泡泡的幅度有多大？你说 AI 的行情泡沫正式启动，从正式启动的逻辑来看的话，它的展望至少从时程来看的话，我们要看到什么样的警讯才能够说，哎，的确有一点过度投资了。呃，其实当然后如果我们从我们很难从那个结论来回推嘛，对，但是我们可以从什么？哎，从出发点来推。嗯，好、哦，这个地方我们的角度，然后。 有没有过度投资？我们就把这个四巨头，好、哦，这个 capex 除以 abita，、e、对，abita 是那个嘛，好、e、，earning before 这叫 interest 利息税折旧跟摊提，嗯，好、哦，这个台湾比较少用嘛，好，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但是简单讲哈，如果以历史经验来看的话，这个我不用我解释啦，我们看图就知道了嘛，不高，真的就。 就就就是正常水位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什么资本支出创下历史新高，但是由于它的总营收也创新高了，对，总利润也创新高了，对，看起来投的比例就没这么多了，对，所以这个数字哈、哦、，over 那个有没有 over investment，就是这个数字刚 capex 嘛，嗯、然后 capex 属于营收嘛，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什么自由现金流量，嗯，好、哦，自由现金流量是这个我们简单讲，然、哦、营业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减掉资本支出，嗯，意思是说。 我做生意赚到的钱够不够我去投资？嗯，如果不够，自由现金流是负的，那我要干嘛？我真要投资，我就要借贷。嗯，这就會造成企业的压力嘛。是。那当然，在降息循环，这个企业压力也会降低。嗯、哦，这是一块。但是呢，这些科技巨头到底是不是拿赚到的钱来投？嗯、这个也是一个观察点。嗯、哦，因为真的要进入去坑 g a 是说哇不行了、啊，我真的借钱我也要来拼了、啊，跟打仗一样，最后比的是比国力啊对。对对对，好、哦，所以现在有没有嘞？如果来看的话，哦，这是 Amazon 嘛，嗯，Amazon 当、啊、然你说这里，哦，起来好像也蛮快的，嗯、但是其实亚马逊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哦，是它是存活过网络泡沫的哦，嗯，好、哦，但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你会发觉中间有一有一整段好几年的时间、嗯、都没赚钱，嗯，但是永远都有钱，就是一直可以融到钱，嗯，哦，真的也是很厉害。 但是你说真的，就把他的王国建立起来了。嗯，哦，这是一块。那 Google 本来就一度相对保守，有过度投资吗？嗯，其实还好，嗯、对不对？这是 Meta。你说前面投还更多嘞？前面还没赚那么多，嗯，对不对？那你说现阶段其实也都合理水位。嗯，然后 Microsoft，哎，前面他是投 Chat GPT 啊，也投不少钱嘛。嗯，然后后来跟谁，贝莱德嘛还是谁，嗯、说哎我们要弄个三百亿吧，还一百亿，对不对？就是说要再来投 AI。所以你这就四巨头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看不到有谁是真的，哇，已经捉襟见肘了。哎、欸，你也是点出一个迷失、欸。这过去我们总会觉得，哎、欸，这现在经济也没多好，AI 前景也无法确认。但是你们都投这么多钱，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绝对金额。从相对金额来看，<對>这些几大巨头啊，在疫情期间已经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他赚那么多钱，老实说也没有地方投，對,对不对？所以呢，往这个方向反而是一个契机。这让我想到啊，前阵子我去美西嘛。 然后在西雅图有去那个 Amazon Store，它是无人商店，然后里面就是你随便拿几个东西就直接走出去，你也不用付款。那我本来以为它的模式有点类似于像那个 Uniqlo 啊，就是你把衣服拿了一群嘛，可能过出口的时候它可能就自动扫描了。嗯。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拿便拿面包拿水果也是直接走出去，我就在好奇他到底怎么做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真的是有数百颗摄像机就对着你、哦、然后来运算说你到底拿了哪些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背后就是关于 AI，不管是 AI 的发展，对于自驾的发展，对于长期前景的发展，这些都是一个实质的资本支出和投入、啊、好，那我的想法是哦，那你说现在才刚刚开始，可是股票市场你总不会说现在是出生段吧？<laughs> 那么资本市场跟它的资本支出和业绩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来确定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OK，如果回到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哦。 上个礼拜我们讲，呃，上一次来我们讲说，现在的大环境的背景很像一九九五年，嗯，好，但是如果回到一九九五年去看的话，基本上是九三年开始进入降息的循环，嗯，然后九五年这里开始低档嘛，对，然后九八年遇到一次什么 LTCM 的状况，嗯，然后后来才进入升息，对，所以简单讲，现在跟当时的状况，现在我们是高位阶，<對>我们现在可能是类似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利率的高位阶，对的的时间点，嗯。 然后你看当时的网络泡沫，我们你的意思是你暗示还有七年牛市可以走？这么就抓简单一点，也许三到五年的多头可能还是可预期的。OK OK，好，因为降级循环通常你说一个一个经济 cycle，我们抓三到五年合理嘛？对。好，所以这个降级循环是不是有机会再来推升？好，那你回过头来去想网络泡沫当时的状况，我们就是说，诶你真什么都不懂，我就敢丢钱给你，因为我觉得打康好像很厉害。嗯。哦，欧尼尔都可以投 Google 啊？对不对？ 好、哦，你说实际上来看的话，现现阶段，好、哦、跟当时现在利率是高位，嗯，好、哦，我们讲确 r g d G P 是前年的十一月是微软去投的，微软不会不懂，嗯，但是当时还是在高利率的水准，嗯、所以我资金成本是高，但是我还是愿意投。所以今年降息以前投的七大巨头，他是真的很看好 AI，对，OK，就是即便成本这么高，我还是投，OK，那现在降息了呢？那更多也许。 对，对于这些巨头来讲，我的成本已经降低了，嗯、我继续投没有问题嘛？不投白不投啊，<对>钱那么便宜，是不是？对于资本家来讲，对于大的放来讲，哇、哦、哇，真的我。 钱要降下来了，债、哦、券我现在买，我不是傻瓜吗就它有分阶段嘛。第一个部分可能是公司自己对于产业的前景看好。<對>第二个阶段是整个大众的投资人，他<對>已经享受了低廉价的利率成本，<對>这个时候反而涌进到资本市场，它会形成进一步的爆发。<對>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走的行情呢、喔，可能真的是一路走到整条降息循环来到尾声哦、喔。对。 哦，因为当时两千年确实也是升息出破泡沫了。好，对对对，所以这一次就看。然后另外哦，这个地方我觉得从筹码的角度也可以思考一下。哦，这库长股的计划，哦，辉达推库长股就要在这里啊。对。哦，你说这个时间点，呃，虽然稍微拉回，对。哦，但是那一天我也在有台上节目我说如果我是辉达，我要推库藏股，我当然是需要买低啊，对啊。我也不希望股价涨那么快啊。但是你看，其实说真的，你讲完买低的时间也很有限呢，就上去了。 那怎么办？我还是得买啊，嗯，对不对？而且以历史未接來,来看，吼，历史经验来看，库长股通常是什么？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公司觉得我真的被低估了，所以我愿意公司拿钱出来买库长股。所以可能是整个景气循环的库存调整的时候，他才会做。<對>但你现在景气也不算差，至少对辉达来看，对，他还敢来进行股票回购。对，而且股价是真的就是历史高位嘛。Okay, 那为什么这时候推库藏钱太多？<laughs> 而且不是他推哦，微软也推哦。嗯、对。 好，这些巨头为什么都推库藏股？嗯，我认为啊，买回库藏股通常两个作用嘛，注销股本嘛，对，是一个。好，然后第二个发给员工，所以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公司有什么新的激励计划？嗯，那明年是不是有什么专案？ 好、哦，所以后面已经是成长，我才有这个诱因嘛。至少都是从利多层面来看的。对，然后另外哈、哦，这个地方这个是加拿大的券商啦。嗯、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哦，嗯、但它里面，好这个数字应该蓝色的部分，他、嗯、说那个 S M P 五百、哦，然后被库藏股推动的，好、哦、buy back 推动的，嗯，好、哦，所以其实看得出来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很大幅的成长都是库藏股嗯在推的，好、嗯哦，所以这个地方。 当辉达推库藏股跟微软推库藏股的时候，我就觉得科技股肯定还没完。OK，好，那这个时候就要回过来聊科技股还没完。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看到好像从这一波八月份的修正以来，好像持续创下历史新高的都是道琼，都是标普，<對>而且里头其实有很多，你像是金融指数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對>哦，那近期的中概股也有一些活泼。 这个活蹦乱跳的表现，那事实上我们如果具体观察，好像就是那些全职股或者传产股、防御性概念股在创高。那我们要如何理解过去一个季度的创高？它是为何创高？是防御性部件的创高，是大家怕上来的，还是说现在是更均衡式的上涨？而现在由于费半和纳纳都还没有创高，那如果第四季我们真的就如同您说的有一个周末行情，那是不是反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费半和纳子还是有很多被低估的？ 股票呢，在台北股市当中，电子股还是有很多被低估的呢。对，其实前面的这一段呢，我们讲从上今年上半年，甚至从去年一路延伸过来，科技股都是强势，对，这个没有问题。好，因为辉达确实整个也是高歌猛进嘛。你说整个营收的状况，<對>好，那这边你说这一段过程，其实辉达已经整理很久了。嗯，那整理很久，为什么大家会想说，哎、欸，我要不要买道穷？啊、我要不要买 S M P？嗯，甚至我们讲罗素，嗯。 好，因为我真的觉得看到好像景济真的要回升了，而且央行也开始告诉我要降息了。嗯，那这个时候，诶、欸、我当然对我来讲，我很简单的，前面科技股如果我有做，我已经赚翻了嘛。哦、那我卖掉很正常。嗯，但我卖掉，我总要配置一些其他的嘛。嗯，消费也好，金融也好，甚至周期股也好。所以大家都在找低基期、這個。对，因为这些是降息有利的。嗯，好，所以之前我们讲消费可以还是可以做嘛，嗯、甚至金融还是可以注意。好、嗯，周期股。 好，这些其实你说资金上面有一部分配置到这里合不合理？嗯、其实也合理，嗯、因为毕竟啊，科技股高档可能震荡会大。对，除非我看到下一波的增长，嗯哦、我我确定增长了，嗯、那我再回来压科技股。嗯。好，但是其实这两个礼拜很多外资也在写写报告，都说其实科技股就是要逢低就要买了。嗯。好，不然可能也上不了车了來，来不及了。对、嗯。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哦、喔，现在刚看的是道琼是标普，或者是其实辉达股价也快创下历史新高了。 大型股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是表现强势，而且是不分产业都很强势。对，那中型股和小型股现在反而大家有新一波的做梦空间，因为我们讲的小型股罗素两千哦，它真的是从二一年的高点以后就再也没有做突破了，它跟本轮的二二年以来的库存周期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中小型股的部分。 我们要如何来观察它跟利率的联动性？随着越来越宽松的环境，真的有利于它的持续拉抬吗？还是说，如果经济到时候真的太好，联总会可能降息时程又延后，它最后还是会落后给这些大型科技股呢？刚才您的看法很简单嘛，能够做梦的就是要赌科技股。可是现在问题来了，要做大的还是做小的？OK，但然我觉得大的 OK，大的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还是真的要早就会介入。嗯、然后你说至于小的嘞，好、哦，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讲降息会。 会会受贿的什么消费等等等等，对，还漏掉一块。其实很多人的看法是什么？中小型会受贿，嗯，好，因为他们是对利率最敏感的族群。好，那这个地方当然中小型应该是前几次某一次的节目我们有讲到。 我说在罗数两千哦，那时候我们也是拿利率来做比比对。对，我们说实际上罗数两千的数字其实更能反映实体经济。嗯，那如果现在看起来 GDP 的状况确实还是维持三趴的成长，嗯、其实还是不错嘛。嗯，你就代表美国经济不错。那美国经济不错，那应该怎么样？罗数两千应该要给我创高才对啊。对啊。好、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接下来也是一个重要观察指标，因为你说真的大公司好，不见得全体好。嗯，但罗数好，基本上疑虑就降低很多很多。嗯。 OK，那回过头来看，那接下来看台股，可是台股跟费半联动度又特别高。那我们要如何理解台北股市现在的危机和机器啊？因为台北股市说实在的，量能这几个月也没有说多大。那市场上又会担心，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变好了，那美元指数就会保持强势啊，那台币怎么走升呢？那所以我们要怎么看？ 两种角度，第一，台股如果接下来要挑战前高，反映着全球景气哦，那是由外资的回补回来的，还是我们要再引发一次零零九四零，还要再一次 ETF 的买盘？要不然，台股对于创高，接下来在第四季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当然了哈，如果我们讲大型科技股会好，我觉得台股也不至于差啦。对，哦，因为。 这个地方当然台积电当然是龙头嘛，嗯、哦，那近期我们也看到很多低档 F 四啊，好低、嗯哦、档的也都开始动，嗯，好、哦，所以看起来高低阶会有一个轮动，这个也没有问题，嗯，好、哦，所以其实标的其实很多，OK，啊，如果台股这一块哈、哦，我们实际上来看的话，好、哦，我们技术面，哦，这边是 M 头嘛，嗯，这边 W 底嘛，其实很明显嘛，头小底大，嗯，所以原则上以技术分析的角度偏 W，对，理论上要要创高，OK，好、哦，所以创高是不是落在第四季？ 最慢可能也明年第一集，嗯、哦，我认为状况是这样，只要没有什么特殊意外啦，嗯，好、哦，就是什么，对，不知道，就特殊意外黑天鹅就猜不到嘛，嗯，好、哦，但是 OK，<coughs> 那另外我们从均线的角度、趋势的角度，长线我们讲半年线跟年线，<對>一路都还是维持多头，所以长多不变，嗯，好、嗯哦，但是呢，前面跌破基线，大家都很怕，嗯，好、哦，那时候这里跌下来的时候还说哇，已经表态已经有方向了，嗯，哎、欸，但是你看真的又上来了，然后月线已经翻阳。 那季线呢？我在做资料的时候，礼拜四是扣到最高点，嗯，那扣到最高点这一段就是杀四千点的那一段，嗯，哎、欸，你看哦，会急速的下滑的时候，意思是季线随时可能翻扬嗯，所以中线的中多再起，而且结论是什么？我说行情随时有可能会发动，嗯。 好，因为现在时序已经进入到十月的下半月了、喔。对，差不多第四季对启动了。剩两个礼拜，美国总统就要确定了、喔。嗯，十月初我们跟大家讲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喽、喔，不确定性都消除了。对，包括码头什么的，那都过了嘛。对。好，日元什么都过了，然后、嗯、中国也过了。哎哎对啊，你这样一讲，他们好像没利空啊、喔，找不到、啊。你唯一剩下的变数只剩美国总统啊。啊对，而且完，你这个不确定性也没了。哎、欸，对，真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回来都说，哇。 川普上来经济才会变好啊，啊很多人就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哇，很多人怕川普什么的。说真的，越到后面哈，我就越想就觉得，真的川普上好像也不会怎么样。OK，所以不确定性的消除，反而对于第四季形成了奠定的基础。那回过头来看，反而现在的台北股市。 变成一个弯腰捡钻石的时机啊！因为它的基期相对于美国股市很多股票还算偏低嘛，这也值得大家来多做些留意、啊、当然，投资朋友更多的兴趣和想法、啊，想要了解啊，趁现在行情即将要发动，同时的起步时之。 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从展哥的逻辑来当中去寻找一些市场上还是有偏低机器，而且随时发动的概念股哦？当然，投资朋友更多的兴趣和想法，也可以加入展哥的 Line 以及 YouTube 频道里头，除了有宏观的讯息，也有微观的操作，希望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下一期《拍国达人秀》再相见。感谢展哥，感谢各位。 节目所推介商品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